拍照做吃了黑糖糖果之后超用吹气，亚洲旅游台提供。记者林立轩台北报道，天晴女孩主持亚洲旅游台拍 Let's GOII 本周介绍其富县郡上市优质的山葵是著名特产 Yum 和 High Jump 亲自下田采收 Yum 像是神力女超人般一连拔起三株山葵，农场主人看了啧啧称奇，想说台湾女生到底吃什么长大的。Yum 又拔了一株超大的山葵，被 High Jump 夸力气好大，亚洲旅游台提供。他们还是吃郡上市热卖的黑糖肉桂糖， High Jump 是吃后一直朝 Yum 吹气，爱黑糖入骨的 Yum 居然开心地接受这股香气，频频说好香哦，让工作人员看到傻眼，两人感情好到会有这样亲密的行为，大家也是醉了。天晴女孩来到郡上市，亚洲旅游台提供。天晴女孩不只体验农村生活，还下海当起渔民，在池边捕鱼，现捕现烤现吃，但是垂钓许久的两人一无所获，正当快没耐心时，Yum意外的捕获一条肥美的鱼，尖叫兴奋到竟然说自己是天才，直呼好有成就感。